好，那我现在是一个很深刻的期望了。我本来只想问五分钟，但花太多时间了。我希望一件事情啦，因为这几天那个新北各案那个杨爸爸，他昨天在接受访问的时候，甚至哭出来了。我们都有小孩子嘛，我们都知道白发人送黑发人那种心痛，那绝对是伤痛欲绝，我们都能够理解嘛。我希望一件事情，不要对这些被害者的家属，第一次他们对他们的伤害是这些凶手，但是我们的行政机关、政治人物、司法系统不要对他们第二次伤害。你看他昨天哭的那样子，我看的我都不忍心，因为我从新北市府，我就陪着他到现在，我真的不忍心这个事情。好，所以我们一定要让这个国家对好人更好，对坏人更好。我们还是要让这些犯罪的行为人，要让他付出该有的代价。部长，你跟我以前都是检察官，我们对于正义真的是无可救药的热情啊！我们一定要这样坚持下去，好不好？好，谢谢委员。我们体会委员的心情啊，这个部分我们是站在同一个线上。对这种在所以为非作歹的这些歹徒啊，我觉得公权力一定要伸张起来。好，谢谢院长。对，就是公权力，我们一定要让它伸张，我们要让人民要遵守公，要尊重公权力，这样社会才会平安。